哎，都回去放着。嗯，不，这么开大笔，这么开大笔，终于拿。开到这个，你开那个黑的。 这两天我们炒的，或者刚才那么多，刚才一个都是冷的，不冷的，一下子就硬了，容易用。我要改进点米，这天怎么？鸡蛋呢，就好一点了。馒头不是，不那么好吃。他家那边，从那边开始拍照，现在不要跑，加热大了。现在不正式开，不正式生产。对吧？不正式生产。